毫无意义。好像被摇摆了。这么离谱吗？戴克斜着走是不是跑出去了？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兄弟们，听得到扣一。谢谢小麦星送的守护磁铁。游走于刀尖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呀，今天来晚了。今天主播去看手了，手有点问题。这打野太亏这了，这把我想想看，这把可能有危险。感谢小麦星送的60个守护磁铁，谢谢盖亚送的10个守护磁铁。这把被摇摆了。还在蹲。还好我没弹兵啊。谢谢盖亚送的10个情书。
极限反伤，享受。你以为我一百血不敢操作？真当我想跑？根本不慌啊！细节决定成败，王者绝非偶然。无处可藏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哎呀，这把被摇摆了！你这谁能想到上面是上单九筒，中单十呢？十女好像还五楼出的，他们前四楼是什么？盲僧塞拉斯，主播没看后面，关键看了后面我也觉得是塞拉斯中路啊。所以打塞拉斯带征服者，对吧？那被摇摆了也不要紧，不要因为被摇摆就玩不了。这就是坚硬不倒的魅力，坚硬不倒血量越少伤害越高，打野能不能行啊？打野怎么这样？野区要攻了呀，哥，没死没死没死，哎呦，塞拉斯没闪。你不是六了吗？怎么不学 R 呢？这小子不会着急点没舔 R 吧？我看他在干，你看现在都才一百血，在回这么久之前应该几十滴吧，几十滴都没不学 R。我严重，我觉得这个人他的 R 不是说他没点，兄弟们，就是卡点，他可能是忘了，不是点错了，学错技能了。怎么可能几十滴血你还不血啊呀？无处可藏。学错了是吧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了一个小时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抱歉，抱歉。哎，今天主要主播手，刚才手有点出问题了。哎，主播直播就是靠手一会儿啊，那手有问题，我怎么播嘛？大伙没办法，脚歇了一会儿。看信号的吗？上路也太惨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
没有机会了。我从不妥协。上路一塔都没了吗？压力也太大了呀，无处可藏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盲僧在啊，这盲僧怎么一直盯着我呀？你们可能没有发现，他从啊，其实一整把都其实在一直在附近。又是一对面神女六级的时候也在，前期也在，找不到他不在的时间点。但我前面是战绩很一般，现在他抓我倒是合理，因为我们四杠零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越抓我们越战绩越好。上路有点惨。不过他这个抓法没用啊，你没看我都裸水银鞋了吗兄弟？就算接个控制应该我也能跑，毕竟双刃是。不要妨碍我。牛逼，好强！咋的？雨中对我来说毫无。你不放 Q 这个东西会打到他是吗？哎呦，好恶心啊！这。呵呵呵。哎，双杀了还行。我从不妥协。怎么也给 C 位呀、啊？这不是我的也给 AD 呀、啊，哥，妈 AD 都让了，辅助直接拿了，无处可藏。放E也会啊，就他这个治疗就可以打对面吗？难道他出的什么装备啊？这是新装备我都看不懂，怎么就给队友奶还会打对面吗？我看一下，不是吧？活不长了，这里也没显。没搞懂啊。速战速决吧。
他奶了队友，然后打了对面是吗？我人晕了，出手了，但没完全出手，不是没出手，但没完全没出手。只有傻瓜才。可这可这呢，我。谢他。拉扯拉扯，继续拉扯。哎，艾克。行。还在拉扯。拉扯上呗，兄弟，拉死他 ，nice！ 我操，我们四打五一拉扯的以零换四嘛，哥们，好挡。好。我靠，兄弟们，除了酒桶，是人是鬼都在秀，只有酒桶在挨着哦。我们四个人拉扯五个人，五个人全杀了，兄弟们。最后死了一个救人的吗？这一波拉扯满分十分，我打满分，兄弟们。跟防御塔换血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在 OB， 我 OB 啥呀？我都把人杀完，我走了。刺客的，我们身为刺客啊，要的就是杀完一个人就任务结束。只有傻瓜才会为我而信任。酒桶干嘛呢？这个先锋在酒桶身上，酒桶一直在死，这大师局怎么这么抽象？A 掉 A 掉啊！别让他撞出来啊！什么状况？打打打！有眼，去啊去啊，筒子，妈
2-8该发力的呀，哎，他都没去。先拉开，踢我来，踢我，哎，没事，我让他踢的兄弟。这一波那酒桶的作用就出去把他盲僧拦住呀，还让对面有抢龙的风险。盯着我的吗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要翻了，要翻了。要翻盘了呀，享受钢铁的滋味吗？害怕害怕，不行了呀，哎，点了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小。哎，直接拿下了。艾克结束之前点了九桶神秘三， OK， 455分成功拿下。下一把，下一把。